亲爱的同学们，首先让我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遥祝这次机会快乐圆满。我本应该也很希望能到场参加，与阔别二十余年的同学欢聚一堂，怎奈路途实在遥远，难于成行，十分遗憾。执教三十余载，你们是我最为骄傲、最为留恋的一届。与你们相识、相知，是我此生最珍惜的缘分。我要感谢同学们这些年来对我的关爱，我也无时不在挂念着你们。这份情谊与感动，我永存心底。谢谢大家。